们当做别针，看你要别哪里都可以哈。第二个，来眼镜拿下来，把这个眼镜哈的柄放到这里来，哎，你弯腰它也不会掉下来哈。来第三个，利用这个圈圈当做丝巾的环扣，来我做一个造型，来丝巾长边。长边从这边穿出来，哦，短边从下面捞出来放着，调整一下就可以了。哦，再做第二个造型，好，做一个领巾跟披肩的造型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别的位置在胸线下面可以当西装扣。那如果说我们的丝巾是长丝巾哈，来。丝巾的角对角，杠对杠哈。你好，欢迎上班看哦。对，今天拉出来一起拉哦，不要一个拉一个，一起拉出来。这样就是一个领巾的造型。那如果你要去参加宴会呢，还是说你要夏天穿无袖的拍摄哈？也让它可以。安内这披肩，又可以遮肚子，哈，又可以遮肚子。好，那你可以。包包外面，像我们这样子，包包外面挂着，挂太阳眼镜，挂吊饰，挂钥匙圈，挂丝巾都可以，挂护身符也可以。好，再来，你可以自己加一个项链坠，像我们帅哥，来自己加一条链子，就变成项链坠，这样子大功能，对，欢迎参考，谢谢。